晚辈韦孝参见张真人。韦先生不必多礼，久仰清逸福王，清宫绝顶，世所罕有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呢。张真人夸奖了。姓赵的，你冒充明教，破坏本教名声，用意何在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何必如此阴险毒辣呢？哼，我本来就不是什么男子汉大丈夫，小女子阴险毒辣，你想怎么样啊？哎，你不要老是这么男不男女不女的好不好？害得我口快说错了话哦。咱们言归正传，你冒充我明教之名，先攻少林，再扰武当，到底是居心何在？你又是什么来历？啊，不说话，那我就要开骂了啊！我要骂到你说实话为止。你这个臭头，哪个替我张嘴？是，喊大师傅，让个路。明教张教主座下，游行散人、布袋和尚说不得，参见武当掌教祖师张真人。你们把贫道弄糊涂了。到底谁才是明教的人呢？啊，比较奉张教主之命赶来救援，现都在武当山下听候差遣。哼，虚张声势啊。嗯，要不要我发信号攻上山来证实我所言不假啊？你是说奉教主之命？我是这么说了。那他人呢？叫他来见我。啊哈，你这话一出，你就不打自招，承认自己是个冒牌货了吧？张真人也已经分出敌我了吧？啊！你别得意，就凭独鞭符合一个臭和尚，成不了什么气候的。再加上我呢，我白眉鹰王殷天正。嘿，鹰王，你也来了。接到光明左使杨潇的传令。知道亲家有难，一路上我骑死了八匹马，飞奔而来。张真人，晚辈斗胆叫一声亲家，请恕罪。我徒儿张翠山和你千金殷素素已结成夫妻，你叫我亲家，那是理所当然的了。明教的高手越来越多，筹划多时，审慎安排的计谋，看来今日难以成功。但是，好不容易将张三丰打成重伤。这是千载难逢、绝无第二次的良机啊！今日若不乘此机会灭了武当派，日后将更加棘手了。江湖上传言武当乃正大门派，岂知耳闻不如目见。哼，原来武当暗中和魔教勾勾搭搭，全仗着魔教撑腰。哼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哎，赵姑娘，你这句话说得太没见识了吧？张真人威震武林的时候，只怕你爷爷还没出世呢。你个小孩懂什么呀？是你说的对，还是我没见识？那得由武当来证明啊。如何证明？今日前来，专程讨教武当绝学。武当派不论哪一位下场，我们都乐于奉陪。武当派到底是确有真才实学，还是浪得虚名？交战之后，既能昭告天下了。至于明教和我的过节，日后再慢慢算账也不迟啊。哼，张无忌这个臭小子，奸诈狡猾，我日后见了他，一定要扒他的皮，抽他的筋，一消心头之恨。哎呀，很好，很配。嗯，独鞭符，你说什么呀你？赵姑娘，本教张教主少年英雄，你赵姑娘美貌如花。嗯，看起来年纪比我们张教主呢还小几岁。哎，这么着，我老蝙蝠给你们做个现成的媒，你就嫁给我们教主如何啊？啊？嗯？张真人，你若不肯露一手，就留句话下来。说这武当派呢，乃欺世盗名之辈，我就立刻带人下山，并归还宋远桥等人。天都亮了，这样吧，一战定输赢。阿大、阿二、阿三，你们站出来。
人只需将我这三个不中用的家人打发了，我就佩服武当派的功夫，确实是名下无虚。要不然嘛，江湖上自有公论，也不用我多说。张真人，你就先跟我家的阿三比比拳脚吧。张真人，请。好雄厚的内力啊，连老夫都自叹不如。这丫头手底下怎么那么多奇人异事啊？张真人，你要是不想下场，只需交代一句，我不会动蛮硬兵。太师父，这位施主要见识我武当派的拳技，又何必劳动太师父大驾，让弟子演几招给他瞧瞧也就够了。这位施主足登青砖使的是少林派金刚伏魔的外家神功，想是西域少林一支的高手，你小孩强出头，恐怕以卵击石啊。少林外支啊，那我更有兴趣了。师傅，他怎么会太极拳呢？这名小童不是你的弟子吗？我没见过他呀。啊！定是我将太极拳传给你的时候，他在一旁学会的。此子天赋极高啊！哎呀！用意不用力，太极拳传。黑羽断续高了，本门的虚空妙药秘密之极，连本门弟子也不知道。你这小童从哪里听来的？我是顺口试的，看看胡青牛的易经是否有误。还真有了，拿来。没有。拿药了。没有。拿药来。没有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。把黑羽断续膏拿出来。